上午好。Hello， 开播喽！开播喽！开播了，开播了。有人上线了吗 ？Hello，Hello， 来找一下我自助哦。大家下午好，大家吃饱了没有？今天礼拜五应该大家还在上班哦。对哈，我忘记今天是礼拜五，我以为今天又是礼拜六。我还回到现在是礼拜六，大家应该还在上班。那，Hello， 现在下午好，板娘走错时间了，我以为今天是礼拜六了，有没有？这个时间大家有没有在上班？有没有打扰大家上班了呢？大家吃饱了没 ？Hello，Nick，Hello， 麦克丁。下午好，进来的朋友，昨天要帮板娘分享一下吗？分享个人也分享婆妈课的各个馆别好吗？板娘，生机超好穿，谢谢新锐推荐，感谢新锐。哦，那个板娘，哎，小心，为什么这个时候你会在线上？哎，你今天放假吗？对，他今天不是放假，你今天放假是不是？那他这时间怎么会在线啊？对啊 ，Hello Kiki， 下午好，板娘是不是有没有走错时间？我们走错时间，嗯，我一直以为今天是假日，有没有？就今天礼拜五，大家应该还在上班哦。大家等电梯有、哦，他在上班等电梯、啊，放进来一下。这个网络还不错哦，电梯里还收得到，这个网络不错，哪一家的？哪一家？进来的朋友跟板娘 say hello 一下好吗 ？Hello， 小农，小农，借时间立马好难得这个时间，我都遇到老朋友来着的。哦，是等电梯。Hello， 小农。对啊，小农也难得下午出现呢。对啊，小农今天也休息吗？今天是没错吧？今天是假日嘛，对不对？今天礼拜五啦，今天应该是假日，所以大家这个时间可以上线是吧？有没有打扰大家上班？进来的话，左下角帮板娘分享一下，分享个人页，分享婆妈课的各个馆别哦。感谢大家动动小手帮板娘分享一下，非常需要大家的分享。分享个人页，分享婆妈课的各个馆别、哦。今天休息哈、哦，对，所以今天是假日。谢谢小新，感谢小新，对，感谢大家的支持。左下角持续帮板娘分享一下吗？分享个人页跟婆妈课的各个馆别哦，感谢大家，非常需要大家的支持哦。然后今天一样有帮大家上新款，到旁边一点哈。很厉害，那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自己哈。来，我们线上有没有新朋友？我们家是黑白麦克的付费会员哦，然后也是实体店面的卖家哈、哦。我们家是可以点菜的哦，然后旁边有数字12345，从号码这边数过来。感谢都是你们写，感谢大家的支持，感谢大家的支持。因为小农从去年买到今年，对，感谢老朋友跟新朋友的相挺，感谢大家。大家有没有那个？今天是小周末，可是现在大家周末有感觉吗？大家现在对于周末这件事有感觉吗？好像感觉都一样哦。Hello 智慧 ，Hello 真心，下午好。大家下午好，今天大家是不是？大家今天要不要上班啊？我今天有点走错时段了，有没有？对，那没有，我一直以为今天礼拜六。对，我有点，我对我一直以为好像是今天，我一直觉得今天是假日，就嗯，应该大家还有应该很多都还在上班，对不对？地上夹脚凉席好好看，没有错，这个 S 大，那是韩国的预购款，我们家是可以点菜的哦。小心，你那个穿久就可以穿袜子了。不穿袜刚好齁 ,OK 齁，对啊，因为它那个其实穿久都还会再松一点，那你不穿袜也可以啊，如果你要穿袜就先穿糖果袜，对。Hello, 淑玲，下午好，六之一很厉害，对，六之一真的很厉害，对不对？来，我跟你介绍一下，好吧 ？Smile, 来，我帮你介绍一下哈，喜欢在下看，我想看脚上，好的，新锐帮你踩哈。你没有，新锐你没跟他你没有买板娘鞋吗？好，等我一下啊。很厉害呢。来，这一款，我现在这一款是编号是六之五哈，六之五黑色，热死了，智慧停电。那你可以去那啊，现在不能倒流哈。停电，为什么这么突然停电？黑色、白色、咖色哈，这一文裙子有，但它只剩一个尺寸、哦。这个只有一个尺，因为其他尺码我不知道追不追得到啦。板娘的裙子是 M 号的，它的腰大概是26，臀位可以到37.5左右。对 ，M 号的，来这一款是韩国的预购款，咖色、白色、
黑色，然后 Hello C 大，好久不见。底台是做，它底台是做这样软垫的、哦，它底台穿起来超舒服。这有收到的朋友，蛮多客人都有回来回购了。咖色、黑色、白色，很简约，但它穿起来我觉得很修饰脚型，因为它上面脚背这一带有没有穿起来，我觉得很修饰我们的脚型。我可以上脚给大家看，黑色、白色、咖色，这是韩国预购款，有在买韩国鞋的应该都知道这个是一个韩国的品牌哈，一个韩国的品牌，黑白咖，对，黑白咖三个颜色。那这一款的预购价是1100哦，韩国鞋这一款韩国款，好，会都会试穿、哦。好，我来试穿喽，那线上有空的人先帮我分享哈、哦，分享个人页跟我现在七馆哈、哦，你就到七馆博马克七馆看到林小慧的直播，然后分享哈、哦，因为这样才会变有效分享哈、哦。Hello， 小鱼晚下午。还有其他款长裙吗？还有其他款长裙。长裙的话，振兴可能要等下礼拜了。可能要下周，我想我下周我对非洲以鞋子为主哦。对，下周应该会再到一些，对，长裙的话，目前我身上这个是最新的，可是因为韩国现在这个，因为韩国的衣服现在真的很容易断货，所以我比较不敢。是如果我身上的药，其实它是有 SML 啊，可是呢。要的话要追追看，比较不确定，因为它数量比较少。来，我脚上的6-5哈，脚上6-5，我上脚咖色跟白色，1100预购价、哦。底台是做微软垫，然后下面是做橡胶底台，基本防滑都有，三个颜色，黑咖白。韩国预购款1100，尺码23-25，版型微偏小，建议要往上大一码，哦。白色的感觉。然后这是咖色的感觉，还有黑色的哈，还有黑色。对，因为板娘哎，想说今天是假日，我以为今天是假日的下午。对，有没有大家都还在？行不丢？来，我们现在是在不同时段，你会看到板娘的出没，有没有？来，黑色的感觉，编号6-5，1100预购价哈，韩国款，这个喜欢的帮我打上编号6-5，带颜色带尺寸，觉得我好久没有遇到你呢，你现在有没有在上班？现在这个时段是不是在上班？黑白卡哈，三个颜色，韩国预购款，1100预购价，三个颜色，黑色有现货吗？来，我这1100是开预购价给大家哈，价格，不然这现货在台就是2580哈。对，那个 S 大、欸、有帮你登记哈。这个版型偏小哦，要往上带哈，要往上带一码。然后 S 大你是什么尺寸的？帮我打上来。黑色我，如果你要现，你如果要现货，我黑色可以先出24给你。可是你要看哦，除非你是二三半的脚可以哈。对，这个是6-5，下面铆钉的鞋子，那个是小牛皮的。25的话就没哈，然后35啦，35是 LIN 让我再回答 S 大25号都全部都要预购，了、哦、对，然后25号是给24半的脚穿哦，这一双版型偏小， LIN 31没有35，但它版型偏小，如果你是35号脚要穿36哈、哦，来，人家会帮你介绍哦，对，然后下面嘛是偏小的。预购7-14天，提早到货，提早发货哈。因为我们家韩国学预购都是走空运，基本上不会等太久，但我们一样会压一个安全时间。那如果提早到货，我们会提早出货。大家有拿过有预购我们家韩国学，应该都知道哈。对，应该都会知道，我们几乎都会提早到货，因为我们是走空运的，不是走空运，但我们还是会压一个安全期间，就是7-14天工作天，好不好？对。下面铆钉球鞋，来，下面铆钉的这一款1400哈，它也是一样预购款，韩国真皮款哦。然后那个新锐要看我脚上的，新锐先哈。来，新锐，我脚上这个板娘鞋，这个一定要跟。请问你拿刚你刚问你拿鞋子有吗？什么意思？问你拿鞋子有吗？星，你在说什么？现在就有啊。对，我不是很清楚你要不要重新再打一次？来，这是白色跟黑色哈，现在这一款一样，就是板娘最爱这种橡胶大底，那它一样是韩国版型，它是做撞色的底台，白色配红色，黑色配绿色，两个颜色其实真的都还蛮美的哈。鞋子有吗？有啊，下面有
下次就有。来，白色跟黑色哈，白色跟黑色，尺码呢是36到40，版型正常，版型正常，正常拿就可以了。这一款它的皮革面料非常软，然后这种就是。老朋友都知道，板娘非常喜欢这种橡胶底台，它是有鞋槽，自带鞋槽，所以穿来比较贴合脚型哈。然后像这种底台，你碰到水就是直接擦干就可以哈。那个要心仪，那个板上那是开预购，预购才会有哈。那个是预购款，那个、预购才会有、哦。预购款哈，现在现场是没有，跟我们直播那个还预购的板上加哈，那个要到板上加哦哈。有的板上的款是不会上到，因为有的我们款是有岔开哦，对，因为那一款是那一款。款是我们预购款，预购款，我现在现货这边也没有哈。来，白色跟黑色，白色跟黑色，尺码36到40，黑色跟白色哈，黑色跟白色，然后版型正常，正常带哦，正常带就可以。现在这个正常带，它皮这个皮革面料非常软，对，这一款预购价777哈，预购价777，36到40哈，36到40。板正常带，编号6/6，编号6/6，黑色跟白色，不用怕它不好搭。虽然它是做撞色，可是它颜色是在底台，它是在底台玩颜色，所以它基本上露出来是黑色跟白色，所以搭配性非常高，非常高。黑跟白777预购价一样是韩国版型的哈，编号6/6，喜欢一样打编号带颜色带尺寸，白色跟黑色，白色跟黑色，这一款超推荐，板娘特别推荐的，真的大家都可以挑这个。皮革非常软，而且它楦头不会很窄，穿起来舒适度非常够哈。777预购价，黑色或者是白色，编号是6/6，一样是韩国的预购款哦，一样是韩国的预购款。777预购价给大家带回家哟。然后再来是 LIN 有在吗？你要看3/1对不对？来，3/1就是我们刚刚我们家新锐然后那个推荐的哈，介绍那个毛冰球鞋的话，帮我打7/1。来，新锐白色38，给你截图哦，帮我截图哈、哦。来，3210，3210。Hello， 小飞，你来了，下午好，下午好。对，来三，对哈、哦、，LIN， 稍等我一下哈、哦。来，新锐有截到图了哈、哦，帮你登记白色38哈。小飞，嘉瑜晚下午好。来，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我们现在在推荐的这一款是渔夫鞋的半拖哈，渔夫鞋半拖，然后以下面这个菱格纹的皮革纹校色哈，就是这个是黑色，这个是米白色，恩大你这时阵哪有时间？你这时间哪有时间起来？嘿，我然后你看到我很来，它是做渔夫鞋的设计，然后是做半拖，那因为它的版型偏小，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是大半码拿，然后刚刚 LIN 你是35号脚吗？35号是，来你就可以拿36哈，版型微偏小，建议往上大一码哈，黑色跟米色，然后是车缝，有没有？它是做车缝的菱格面，刚夹角，我推咖啡色，我个人喜欢咖啡色，出差回公司路上。辛苦了，辛苦了！怎么这么还要出差呀、啊？因为我这个时候还见咖啡色，这个时候还要出差哦。现在疫情不是尽量都不是有的都在家办公了耶，你还可以出差呀、啊？那还不错啊。黑色跟白色哈，黑色跟白色。哎，我跟你说，这一款我们下次有放优惠，大仓出完就没有货，所以给大家超优惠的价钱。LIN 这个就是新队，他刚刚推荐这个很好穿，然后36不会太大，因为它板偏小，你35的脚穿36会刚好哈，除非你很那个很瘦，又喜欢穿很贴哈，不然韩国鞋板都偏小。来，尺码36到40哈，尺码36到40，黑色跟米色，黑色跟米色，这个超甜价580哈，这个我大仓出完就不会再出这个价钱喽，580现货价给大家喽，这个是大仓出完货。来，米色有363738哈，363738，其他尺寸我们不接预购单了哈，这一款不接预购单了，这个我大仓出完就没有这个，因为这个是给大家就是比较甜的价钱。然后现在要6/7的。它是那个是6/5，它算39，对，然后米36，好，米36来 ，LIN 给你，帮我截图哈，帮你登记米色36哈，帮你登记米色的36号哦，来32103210，然后新锐是6/5的咖，对不对？对，6/5咖打错了，来6/5的咖39给新锐，新锐截图，新锐有新锐有往上带的。
这一款我觉得质感很好，而且它是属于耐看型的。对，这个已经有客人在回购了，这一款客人都有在回购。因为这款鞋子上面第一，第一号五或六色蓝色休闲鞋，好，玉兰稍等一下哈，来三二一，你好，感谢新锐截图哦。然后那个 LIN 有截到图哈，有截到图哈。哎、欸，林大，现在有工作是一件很幸福的事，而且你还可以到处乱跑、欸。哎，他说为了同错，我也没办法。对，六至五 ，OK， 对对对 OK， 我直接这边帮你更改。来，下一款。然后下一款就是那个玉兰想看的一至五、一至六，是不是？第一次购买如何下单？来，一至一、一至二、一至三、一至四、一至五、一至六。玉兰帮我打上正确的编号哈。好，那依婷再问第一次购买如何下单汇款，来帮他刚刚讲一下。有截图了哈，一婷第一次线上喊单，线上喊单啊，你直接线上喊单，那我们家是先汇款，汇款后出货哈。那因为我们接下来五六日我们会连播，所以呢，礼拜一晚上我们会统一出结标单，收到结标单，两日内接单汇款，就可以速速帮你出货了。这样子有清楚吗？你秀珍小姐来，三支一五百八，赶快挑，赶快挑。对，一支是还跟 Cindy 跟玉兰要看的是一样的哈，一支是同一款，三支一嘿五百八，有我帮你登记三十九的哦，有有的新队友帮你登记三十九哟。对，啊，我下面我一只是跟 Sandy 跟玉兰刚好都想看这双。来啊 ，Sandy 跟玉兰，哎，玉兰应该是老朋友啊，来，这我们家鞋王来着、欸，我们家鞋王来着的，这个来近看，它有黑，其实它有黑色啦，黑色跟白色，黑色跟白色哈，两个颜色，尺码23到25哈，尺码23到25，版型是正常的，可以正常戴，这是我们家鞋王老朋友一定都戴过哈，老朋友一定都有戴过这一款。等一下给你近看一下好不好，来颜色四至三看好，来黑色跟白色哈，不是真皮，来我跟大家报一下价钱好不好？来388哈，不是真皮的，不是真皮的，它是荔枝纹的皮革面料，荔枝纹的皮革面料，它皮革质感非常好。我跟你讲，老朋友几乎都戴过，我们家老朋友，你可以问一下我们家老朋友，这是为什么它被封为鞋王？这我跟你讲，这个收到真的是百分百回购，荔枝纹的皮革面料。不是真皮，388而已。然后这边真皮，我们直接讲真皮哈。这双真的好看好搭，而且我跟你说，我们家客人说他唯一的缺点是起霉派啊，起霉派，起霉派啊。但我这个证明求我讲的哈，那大家真的大家都是好评回购。然后旁边这边是做一个洗色的，它是皮革面料，所以不用怕它会硬。它鞋头它只是做金属面的皮革面料，对。然后底高大概3公分，平高里面内垫。来，里面内垫是乳胶软垫，重点这一款非常贴心的，来这边整圈都做防磨防咬角设计哈 ，MIT 台湾制的鞋款388，我们家的鞋王，我们家的爆单款，这一款新朋友，你跟你讲，第一次来我们家，不好意思，我赶快去。谢谢朱老师提醒我，分享到爆买课去，我把它删掉、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对，然后各位宝贝，爆买课不要分享哈，爆买课不能分享直播喽。然后那个 Sandy 等一下帮你排哈，有帮你排单。来这一款我们家鞋王，这一款388哈，尺码23到25，版型正常带，脚宽脚漏的我们再往上带。然后这边一样有做那个松紧带的设计哈，这双真的是我们家鞋王，感谢新锐的推荐。我跟你讲，这个收到真的都有。回购还没有带过我们家这一款的，真的赶快跟好跟买。我上脚给大家看，要看那个铆钉，那一款就是真皮哈。然后黑色跟白色荔枝纹的皮革面料，里面内垫乳胶软垫 ，MIT 台湾制的鞋款，黑色跟白色，编号1至4，388直播价哈，尺码23到25哦，板正常带，脚宽脚漏脚厚的我们再往上带，夏天因为大家比较容易胀脚，因为它这个包覆性比较好。所以如果你比较容易胀脚，或者是脚漏脚宽或脚背比较高，想要穿舒服的可以大半码。那如果没有上述的这些问题的话，我们就正常拿就好嘛。尺码23到25哦，36到40哈，36到40，编号1至4，喜欢打编号带颜色带尺寸哈，这是1至4的介绍，23到25，版正常带哦。这一款真的很贴心，有没有？它这边整圈都帮大家做到。
防磨防咬角的设计哦，388 MIT 台湾制的鞋款。虽然我儿子老师叫我帮他买的真的这双真的超厉害，不然不会被封为鞋王，这是我们家的鞋王哦。388，喜欢打上编号带颜色带尺寸，编号一至四，编号一至四，里面内垫乳胶软钉有没有看到，这个底台大概三公分，底台大概三公分是平高的，那韩国叫松糕鞋，我们台湾叫懒人鞋啊，弄了就可以走，黑色跟白色，编号一至四，388好，388直播价给大家带回家哦。那我要走下一款咯， Cindy 要看那个铆钉的。哎，你们线上有想学直播那个迪小璐，就是露露老师哦，她上课非常细心，你们有想学的加她好友哦。来，这一款是韩国的真皮款，韩国要找真皮的，这个就是真皮款哦。韩国的真皮款，它是做小牛皮的，然后这一款算是重工款，有没有来给大家近看一下？它是有做鞋扣，没有鞋带哈、哦。今年就是流行这种有鞋扣没鞋带，然后本身这边铆钉的部分，它都是做钉扣的，所以不用怕它会掉。然后里面其实它都有一层皮革面，所以也不用怕它，你也不用怕它，哎，金属会不会碰到我的脚，会不会过敏，完全没有这问题哦，里面一样内垫是皮革面，小牛皮的韩国款，韩国款这一款1400预购价，尺码23-25，版型呢就偏小了，这个版型有偏小，因为韩国版型稍微微偏小哦，黑色跟米白色，它这里有点奶油色系哦，它不是纯白哦，它是奶油色系的感觉，尺码23-25，尺码23-25，版型微偏小，建议往上带哦，往上带一码，黑色跟米色，然后这边一样，里面这边里面都是有帮大家做松紧带的设计，所以它是真的没有鞋带，不是忘记穿鞋带吗？重韩国的重工款，真皮款，1400预购价给大家带回家啊、对，1400预购价给大家带回家哈，尺码23-25，没有26哦，最大是25号 ，Sandy， 嘿，没有26号，没有26号哦。Chris， 你要来看1-1234，1-5。1-6都是懒人鞋啊，不然5-2黑白绿那一双也是齁。来，黑色跟米色齁，上角给大家看，编号是7-5，编号7-5，黑色的感觉哦，黑色比较个性一点，它比较对比一点。然后米色我觉得它很耐看呐、啊，就是很夏天的感觉，它比较没那么对比，但它我觉得它的质感非常够，它是算比较重工款的韩国款哦，真皮的，帮大家做到小牛皮的材质哦，韩国款1400预购价给大家，尺码23-25，版型有微偏小哈，我们建议大家往上搭一码，穿起来舒适度会比较够，编号7-5。编号7-5哦，然后没有26号，最大25号，最大25号，除非你是25号的瘦脚才可以拿25号，不然建议大半码拿，穿起来舒适度比较够，好不好？这个是我有包那个透明膜，黑色跟米色哈，编号7-5，喜欢帮我打编号带颜色带尺寸哦，好不好？底盘不要纯白颜色的休闲鞋。白颜色的休闲，因为它那个底台大部分都是白色的啊，我们的底台大部分都是白色的、啊，对，不要太。然后那个兔兔要看5-1，哦，不然鱼兰你也可以看这双，这个也是我们卖的超好的款。来5-1这一款也是板娘鞋哈，兔兔我很久没遇到。来这一款一样，我跟你讲，今年就是非常流行像这种有鞋扣没鞋带的鞋款哈，有鞋扣没有鞋带的哈，是故意的。然后一样是做这边一样做一个开 V 的剪裁，对，开 V 的剪裁。谢谢锦凤哈，谢谢锦凤。来黑色跟白色，黑色是做配色的哈，然后白色其实它一样是做帆布面跟胶头的哈，一样是跟这种橡胶头的。对，这一款非常好穿。我个人觉得它还蛮轻便的，然后里面一样是有帮大家升级微软垫，一样是韩国预购款，黑色跟白色哈，这一款尺码36-40，版型微微偏小，如果你是瘦脚可以正常拿，对啊，如果说像夏天的话，像我个人就是会胀脚那种，我就会往上带一码，穿起来舒适度比较够哈，懒人鞋，黑色跟白色，尺码呢36-40，只有微偏小，如果是瘦脚的可以正常拿，那如果要穿舒服的，有没有正常脚型想穿舒服，可以大半码，夏天比较
哦，它不会掉脚哈、哦。来这一款36到40，预购价777哈，预购价777，老朋友应该都有看过，板娘之前都有拿，板娘自己有戴这一双哈、哦，这双好看好穿，我觉得它算便携啦，比较轻便，拢了就走，拢了就走，黑跟白，编号5+1哈，编号5+1，777预购价一样是韩国款，一样是韩国款，黑色跟白色，黑色跟白色哈，777预购价给大家带回家，喜欢一样打上编号、带颜色、带尺寸哦。这是5+1的介绍，黑色跟白色，黑色跟白色，它是有一点点，也它这种有到纯白吗？来。黑跟白齁，黑跟白，36到40，版型只有微微的偏小，微微的偏小，不是说偏到非常小。如果你是瘦脚的人是可以正常拿的齁，那除非是露，如果是正常脚露脚的往上戴，对，正常脚露脚要穿舒服的往上戴。黑色跟白色齁，编号5+1，777预购价给大家带回家。韩国鞋预购的价格齁，它如果现货在台都不是这个价格，那个现货在台都是要1680以上，是预购才有办法拿的价格哦，所以真的赶快加。对，然后线上朋友还记得马吉托吗？还记得我们家的马吉托吗？对，有没有人没有带过我们家的马吉托，或者是有带过有想要回购的这一款？来，我们本周有放福利哦。来，这一款有没有人喜欢？有没有人喜欢这一款马吉托？这也是线上朋友敲完要回购的啊。所以板娘这一周有特别，我就是有吃，就是。放福利给大家哈，好，等一下哈，我先过这一款福利标。这个有没有人喜欢？有没有人喜欢？喜欢我再放价格。喜欢打喜欢哈，喜欢打喜欢。这一款板娘，这个价格很杀、哦。这款板娘本周放福利给大家哈，因为这是大家敲完要再回购的马吉鞋哦。这个是整双是可以碰水的，整双是可以碰水的，给大家近看有没有？它是一体成型的，整双可以碰水，非常能 Q， 所以我们家马吉鞋黑色、粉色、黄色、橘色哈，四个颜色是女版的。然后有这次我们有回来男生的哦，男生有黑色跟灰色哈，男生有黑色跟灰色。然后尺码，它的尺码是分 S、N、L。SML 齁 S 号是3536的在穿齁，3738挑 M 号，3940挑 L 号。然后男生版的是，男生是4142 S 号齁，4142是 S 号，然后4344是 M 号，4546是 L 号。有没有人喜欢这一款？有喜欢本娘放福利给大家齁，我们本周的福利标这个防滑有啊，这个有防滑，这个有防滑，这个室内室外都可以穿哦，室内室外都可以穿哦。因为老朋友我不知道，应该蛮多人有戴过，因为这个之前本来就已经是爆单款的东西了。那是因为我觉得现在市面上外面有很多就是不同家都有出上我马吉托，所以我就没有特别在上。那只是说因为客人又敲完说他就是要我们家的马吉托，所以板娘有特别在请厂商在我再拿了一批，而且我这一批真的是价格真的是要放福利给大家的齁，这真的是要放福利给大家，我跟你讲真的不会有这个价钱，真的不会有这个价钱。对，你们有喜欢再打喜欢，对，那你们有如果有喜欢的话，板娘一样放福利，这是本周的福利标齁，本周福利标。对，要的话帮我打喜欢好不好，喜欢帮我打喜欢。这一款我们家马吉托，没有试过我们家马吉托的朋友们宝贝们，对，喜欢帮我打上喜欢，板娘给大家一个非常非常甜的价钱好不好，破盘的价格。这个真的我应该是找不到这个价钱好吧，因为这是非常能 Q， 而且我的这个是一体成型，有没有看到？所以这个是碰水都没有问题，有没有？这个碰水绝对没有问题好不好？有没有喜欢？喜欢打喜欢，帮我要过标咯。然后那个 Chris 要看5+3，来5+3也是今天的新款哦，这一款也是要大家认真一下哈，大家认真看一下这一款。对，因为这个我想现在新货真的超级少哈，真的现在新货真的本来都是去 B 厂商，甚至我直接去工厂载回来，有没有？真的就是要给大家最新的，因为现在很多厂商都在防疫价了，有时候真的是要我一定要去 B 一下厂商才有办法拿出新货来给大家。来这一款有没有觉得它有点像？小小眼熟的，但没赶快拿吼。对，来这一款一样是新款的阿甘鞋吼，新款阿甘鞋。来，这个是灰色蓝色，等我这个帮我打灰色哈，这个帮我这应该打蓝色，来这是蓝色，
就是粉色哈，粉色颜色超漂亮，然后还有绿色，它颜色我觉得都，对，它颜色都很漂亮，绿色、绿色、粉色跟蓝色，绿色、粉色、蓝色，一样是皮革，一样是三种皮革面料下去做拼接，有没有？一样是有做这样有点鸡皮面、皮革面跟这个就是有点那种防水的那种布面的感觉哈，里面内垫一样是做微软垫，里面内垫有做微软垫哦，三个颜色。其实我韩国有出真皮款，而且卖的超级超级无敌好。这一款不是真皮的，你们要真皮的，我有正韩的真皮哈。然后这一款的价格非常杀哈，它只是那个款哈，大家有跟上。绿色、粉色、蓝色颜色都非常漂亮，绿色、粉色、蓝色哈，这一款给大家也是超甜，而且它是轻量型，里面内垫一样是有升级成微软垫哦，升级成微软垫，然后一样是做豆豆鞋底的，蓝色、绿色、粉色哈，这一款380直播价给大家带回家，有没有超甜的价钱？你知道我韩国预购款真皮1300是卖到爆单的款哦，36到40哦。但这一款不是真皮哈，要真皮的有真皮哈，因为线上很多朋友都有买那组真皮款。绿色跟蓝色，绿色跟蓝色，编号5-3哦，5-3，380直播价给大家带回家，尺码36到40哦。如果你不穿袜子可以正常拿哈，它板算正常，可是一般中鞋会穿袜子或者夏天会胀脚，建议往上带哈，建议往上带一码。那如果你是瘦脚喜欢穿贴脚，然后比较不穿袜子的，你们可以正常拿，因为它的板是正常。蓝色、绿色跟粉色哈，380直播价哈，380直播价，喜欢一样打上编号、带颜色、带尺寸。我想新款的数量都非常少哦，这个数量都非常少，赶紧跟上，跟好跟满，因为这380一样韩国有出的款哦，韩国有出的款，这一款不是真皮，但给大家超甜价380哈，380。好，来，喜欢帮粉色的感觉哈，粉色的感觉一样是三种面料下去做拼接，三种面料下去做拼接，粉色是比较甜美的挑粉色啦，要特别一点的挑绿色，那如果比较个性的我们可以挑蓝色哈，380直播价，本周的新款哈，今天才刚到的热腾腾的新款，绿色、蓝色跟粉色哈，绿色、蓝色跟粉色，这个380直播价哈，380直播价，喜欢打编号5-3，5-3，带颜色、带尺寸，尺码36到40，36到40哈，蓝色、绿色跟粉色，蓝色、绿色、粉色，里面内垫一样有升级成微软垫，这个380赶快挑，你好，现在新款真的非常珍贵，新款真的非常珍贵，蓝色的感觉哈，蓝色的感觉，然后这是绿色的，绿色有没有？就是很清爽的夏天的感觉，对，然后粉色是比较甜美，比较甜美的感觉哦。这一款380，喜欢赶快打上编号，带颜色、带尺寸哦。这是5-3的介绍哈。5-3目前手上只有我有现货，那个要加的要赶快哈，因为那个应该很快就出完了。来。绿色、粉色、蓝色哦，380直播价，喜欢赶紧跟好跟满哦。新款。哎，对，新锐，你不是要问男生的鞋子？然后那个，然后娟娟5-3蓝38，好。新锐，你还有没有在线上？我跟你说，我们5-4我有出到男版的，5-4有出到男版的，然后那个林达达要蓝色23，来，赶紧一起截图哈，来娟娟。娟娟跟林大大请截图，林大大跟娟娟请截图。然后，希顿，我要跟你说，我的5-4有出男生哦，秀珍5-3粉40，这个真的赶快加！我跟你们说，这个真的是只能这个礼拜播，真的，因为我跟你讲，数量很有限，数量真的也很有限，你们真的赶快跟好跟满380，真的，我现在要找新款，我真的是挤破了头，你知道吗？对，这个真的赶紧跟好跟满380，这个赶快挑，真的物超所值，真的物超所值，这个真的你韩国，其实韩国只是韩国款我没有进，因为韩国款我们是进另外一款，大家老朋友都知道，我们家本季的主打款。
款。对，那它这个款是一样，韩国有出哈。对，这一款，然后布尼要粉三七哈，布尼粉色三七这一款真的赶快加，380真的质感超好的，真的很甜的。对，目前应该是我们家现在已经算是独家了哈。对，男生版的看一下，好，等一下五支持哈。对，来这一款53赶快接哈，粉色、因为大概只能上粉色。蓝色、绿色，看数量哈。如果数量有，我们会上。我怕是数量不够，因为我想现在新款真的很珍贵，新款真的很珍贵，好不好？蓝色、粉色跟绿色，蓝色、粉色、绿色哦，三个颜色，380直播价哈，380直播价，赶紧跟好跟满了，真的跟好跟满了。那如果你们有特别想要韩国的款，那个还没有跟到我们家的那个733也可以赶紧跟上哈。因为我有出真皮的韩国款哈。然后那个知青要看男生版，就是5×4哈，5×4它有出到男生的尺寸。5×4黑色跟白色这一款呢，因为蛮多线上宝贝想要找，就是有男女生的这一款它。马蹄鞋也有男女生啊。这一款是有男女生的哈，男女生的款的尺码哈，黑色跟白色，然后它本身是做这种网布面的设计，然后它是比较透气的，比较轻的，下面一样是做橡胶大底，黑色跟白色哈，这一款尺码36号到44号，36号到44号，所以这个是可以男生女生一起配的哈，男生女生一起配，黑色跟白色，尺码36到40，对不起，36到44哈。36到44，黑色跟白色透气度非常够，因为它是做网布的设计，有没有？它是做网布的设计，我觉得它虽然很简单啊，因为可以跟男生配的东西，一般都比较不会做到太过花俏，然后上面这边也是做有点那种。就是像现在那种大牌都会出的那种有点像橡胶的那种材质，然后这个是做布面，透气度非常够，而且它就是比较轻量型，黑跟白，尺码36到44哦，36到44，这是男生也可以穿的款哦，男生女生都有，36号到44号哦，对，然后这款一样，我觉得它的版型一样是算是正常啦，可是因为要穿袜子，而且夏天会胀脚，像这种布鞋式的，我都会建议大家往上带，你们穿起来会比较舒服，好不好？因为基本上大衣嘛也不会掉，那你们除非喜欢穿贴脚，我们再正常拿，不然要穿袜子，或者是夏天比较会胀脚的朋友嘛，像我脚背比较高，或者是我夏天会胀脚，我就会往上带，因为它基本上绑鞋带的不会掉哈，穿舒服比较重要。来，黑色跟白色，380直播价哈，380直播价一样，尺码36号到44号，这个加码出到44号，男生跟女生都可以穿的，36号到44号，轻量型的，380直播价给大家带回家，也是本周的新款，黑色跟白色，那小白夏天本身就是无敌。然后还有加出黑色的编号是5×4哈，好，男这个那个男生，如果男生应该都有习惯穿袜子，知青你有没有帮他往上带？如果穿袜子，我建议大家往上带，好不好？对，这一款我觉得真的很美，因为我觉得它很简约，然后它是做这种异材质下去做拼接。如果知青你的男朋友是42号脚，我会建议你拿43哦，因为男生穿这个大部分都会穿袜子比较多，对，因为男生都是穿运动袜比较多，比较会穿隐形袜，对，男生大部分都穿运动袜，如果你他会。会穿运动袜那种比较有厚度的，你就往上戴，穿起来会比较舒服。有没有？它下面这个，它不是，它前面鞋头。好，帮你改43号，那你帮我截黑色。因为它前面鞋头不是做布面，所以它不会说哦，那个整个脚趾头的形状都露出来。对，因为有些人不像我自己，就是不喜欢那个指头的样子全部都跑出来这样子。对，它像这个前面是做这样子，有没有？它不是布面的材质，会有一个挺度在。对，然后又够软，透气度又够哈，这一款。380，男生跟女生都有哈，可以男生女生配哦。黑色跟白色，尺码36到44，36号到44号哈，36号到44号。这一款喜欢打编号，打编号5×4，带颜色、带尺寸、带颜色、带尺寸哈。然后
麻烦啦，你要看七号是七之一吗？我帮你报一下编号，然后娟娟红色 N 看一下，来，那个就是我说的真皮管哦。蓝是不是要看这一款？法蓝是不是要看这一款？梦幻老爹，这是七之一哈，七之一对，超美，真的超美。法蓝是不是要看这一组？是的话，帮我打个四哈。娟娟要看好红色，我跟你说，那一双是七之三，七之三，稍等我一下哈。对，法蓝帮我打上，你是不是要看这一双？这双就是七之一哈。是帮我打个四哈，因为打七我不知道是哪一组哈。来，还有紫色跟粉色哦，紫色跟粉色，尺码是23-25哈、哦。我没有看到你打字，那我先跳娟娟咯，好不好？对，法兰士的话再帮我打字哈，我先跳娟娟哈、哦。来，娟娟，这个就是我说的韩国真皮款，正韩的。来，这一款，这一款我们家本季主打，本季主打，老朋友都带满，都带过了，都带好带满了哈、哦。来，红色、哦，它其实它有红色、蓝色。红色、蓝色跟奶茶色哈，但因为我现在现货全部都出完了，全部都出完了，然后我的鞋嘞，这边有没有想到？蓝色是板娘的、啊，所以有点脏啊。来，我自己也有带的、啊，这个看看鞋底的，这是我自己的、啊。因为这个我全部都出完，我这周因为这周又蛮多新朋友加这一款的，来这一款红色蓝色哈，红色蓝色，它有一个隐藏版奶茶色啦，就是比较柔和，然后这边闪电的部分是做白色的，对，那如果要比较基本色系比较跳色的，建议是红色或者是蓝色，蓝色是基本色系，那不用怕它不好搭，我想这个非常好搭，搭配性非常够，因为它其实侧边都是做配色，然后是做这一款。这一款正常版型哦，脚露脚宽要穿厚袜的再往上戴哦。那如果是像我自己正常脚型啊，我穿薄袜子我可以正常拿。那只是因为夏天现在这天气很热，很多人都会胀脚。如果你怕会胀脚，你想穿舒服可以往上戴。因为我刚才跟大家强调过，绑鞋带的东西基本上半号不会差很多。如果你喜欢穿舒服往上戴没有关系。然后如果喜欢穿合脚的，我们正常拿。来这一款韩国的真皮款1300。预购价给大家带回家哈，我上脚给大家看，这一款是我们家非常爆单的款，这一款今年也非常流行，今年大家在 FB 跟 IG 应该没有少看过它。你看它穿起来线条感非常漂亮，而且是帮大家板娘是帮大家准备韩国的真皮款哈，一样是三种面料下去做拼接，下面底台整个是兜兜大底带上来。红色跟蓝色，红色跟蓝色，1300预购价，来基本色蓝色哈，然后红色，我觉得红色是比较特别，有没有？因为一般如果你来蓝色鞋子啊，一般都会比较多，因为这算比较基本色，红鞋会比较少，而且它的红色是做配色，所以你不用怕它不好搭，非常好搭，而且非常跳色哈。这一款编号7-3，1300预购价，尺码36-40，版型正常戴，脚宽脚露脚厚要穿舒服的再往上戴哈，不然如果你是正常脚型，只穿薄袜，喜欢穿合脚的，你们可以正常拿，好不好？真皮款的1300给大家带回家。36-40哦，36-40，预购才有价格。这个韩国现货在台就是2380哦，可以去看网站，它的韩国的价格是不会乱掉，是开预购才有。这一款没有跟到的朋友，真的你们跟一定要跟，我跟你讲，这一款真的是我们本季的主打款，好不好？我真的我连台面我都。这礼拜我真的全部都抽给客人了，全部都没了哈。这个我是给大家预购价才有这么甜的价钱哈。这个在台价都是2380-2580的。来，这个真皮的给大家1300带回家，预购价尺码36-40，编号7-3。喜欢打上编号带颜色带尺寸哦，打上编号带颜色带尺寸。手上拿的是红色哈，酒红跟深蓝呐、啊。然后脚上我穿的这个是蓝色哈，它的蓝是很深的蓝。有一点点脏了，因为这双是我自己的，我现场全部都出完了。红色跟蓝色哈，1300预购价，喜欢打上编号带颜色带尺寸，版型正常带，脚宽脚露脚厚的要穿袜子的往上带哈。这编号是7-3，还没有带到的朋友赶紧跟好跟买，因为这是本季的主打款，好不好？直到40号哈，对。直到四号，它是正常版啦，其实正常拿就好，只是怕说怕你们夏天，因为像今年像这样子的阿甘鞋会配中筒袜，
好，如果你要去配那种中筒化棉袜的人，你就要大半码。那如果你的脚紧绷就是40，你就先穿丝袜把它穿松哈，因为真皮都还会再松哈。来，七之一，这个是法兰想看的哈。哎，怎么那么反观？来，这个就是这个颜色是粉色，基底色是白色。你想得到马卡龙颜色啊，紫啊、蓝啊、水蓝、粉红、橘，它都有配色哈。它是皮革面接透气网布面哈，这个帮我打粉。好，然后它的紫色基底色是米色，不同的深浅的紫跟灰去配。好，那这一款是梦幻老爹，它的底台是软底的，好，是软的，是软的哈。这一款的老爹其实它的版型没有说到很小，好，只有微微的偏小。如果你是瘦脚的人，你可以正常拿。好，那如果你是正常脚，然后你会加袜子的，怕胀脚的，可以大半码哈，因为有大部分老爹都是直接大半码。那这一款它的老爹没有包偏到一定要大半码，如果瘦脚的人正常拿就好了。那正常脚的会胀脚的要加袜子的人大半码拿哈。来，这个999哈，999预购价哈，一样是韩国的梦幻老爹999预购价。尺寸36-40，等于23-25哈。如果像凡姐一样不穿袜子的，不会胀脚的哈，瘦脚的，你可以正常拿就好了。但是如果是正常脚怕胀脚的哈，或者是要加袜子的，因为像今年非常流行半筒袜，你们可以大半码，因为有携带东西哈，就看你穿鞋习惯。有的人就喜欢穿很贴脚，有的人就觉得他穿松松的那才是他的尺寸，因为这种不会掉脚，靠鞋带绑的哈。来，编号7-1，999预购价，这是紫色的感觉，因为今天紫色是大主色哈，基底色是米色，然后这个是粉色，基底色是白色，你想象到了马卡龙颜色都在上面的，这个超级好搭哈。有增高吗？没有，没有。好，这是你外面看得到的高度，这个高度大概3.5哈，平高的，然后底台是软底的。啊，线上还有人点菜吗？欸，你们这个马吉托，你们真的没人要跟欸？真的没有人要跟吗？欸，这个真的超级能 Q 欸，而且它可以当，它可以当室内的，可以当室外。之前你是40号正脚吗？是40号正脚。如果你说你是说7-3哦，7-3的正脚其实是可以穿，但是你刚开始不能穿厚袜。你只能穿糖果袜或是隐形袜、薄袜的，对，你不要一开始就穿厚袜，不然是可以穿的，除非你是40号很露的脚，那你可能就要稍微撑一下。我这双马吉鞋其实福利放很大，你们都没有人喜欢吗？没有喜欢我就不上了哦，齁，因为那个价格真的超级杀。你穿那天要穿41，那不要勉强。哦，那你要穿41，那就不要勉强哦。对。比方要看五底下，那个五底下是不是6-1啊？是不是这一款？比方好久不见欸，是这一款吗？这一款帮我打6-1哈，这个是正韩的。对，好，是的话帮我打。报一下编号。6-1哈，这个包包是6-2，然后这个 B 的是6-3，因为我不知道你平光看不到，然后这个金店的橡胶底是6-4，然后这款是6-5，这个是6-6哈。对，喜欢帮我打编号，我帮你们介绍好吗？娟娟多少钱是哪一双？7-1吗？那个梦幻老爹999哈，然后7-3那个闪电安的那个真皮韩国的哈。这两款都是真皮款，是1300哈。买拖鞋有很，帮我打三个喜欢我才要上，好吧？对，三个人喜欢我才要上价格。因为这款我放很大，因为下午场人数比较少，没有关系。三个人喜欢以上，我就开标，好不好？喜欢帮我打上喜欢。而且我跟你讲，我的价格是破盘价。这个之一可以看吗？可以、哦，可以哈。来，我跟你讲，这一款男生女生都可以出。可当室内鞋，也可以当室外鞋，也可以当在浴室的鞋。它是一底成型的，防水防滑哈。三个有喜欢我才要放价格，因为这个价格真的是破盘价哈。那个没有很多人喜欢，我就不开了。来，先上6-1。来，
六之一哈，这个是含这个上面这个米色是凡姐姐的、啊，所以有点脏脏的哈。来，它是黑色跟米色哈。来，韩国的凉鞋它有固定的受众，因为它的底台媲美专柜的底台一样，上面做个皮底，它黑色这个叫做防震底，然后下面才做胶底防滑。跟高呢是粗跟的 6.5 公分哈，两寸的高度哈。来，底台整台都是。软底的齁，整台都是软的齁，然后重点这一款鞋子可以三穿式齁，它可以这样当拖鞋，也可以这样当凉鞋，它这个扣子是可以打开的齁，就是变成素色的拖鞋这样子，黑色跟米白色齁，然后它的尺寸呢，板偏小，板偏小都要大半码，都要大半码拿，甚至你脚很宽的人甚至要大到一码齁。那韩国的凉鞋，像板姐就是对韩国凉鞋我就是很痴迷，因为它有做防震底，所以你久站久走都没问题，而且它的底台你穿很多季都没问题，所以韩国的凉鞋它的价格是居高不下，一直到这几年下它的价格都是不会下齁。那这个我是开预购1500预购价，这个现货在在台都是2880的齁，不管你们去小五那边五分埔那边看，他们也是开这个价格，而且可能还要你等齁，因为现在大家都只有样品齁。然后这个我是空运是每天回来的，但是是预购哦，我们要压安全期齁，1500预购价2.25到2.5，但是要大半嘛齁。来，这个我穿成凉鞋的感觉齁，米色我穿成拖鞋的感觉，它这一款就是三穿式的，六之一1500预购价，预购表示没有现货齁，要等的齁，如果现货在台都是2880齁，我之前店面这个其实都是店面的款式，我现在店面没有开我才有上款的，对。然后黑色跟黑色跟米色齁，黑色跟奶茶色啦，黑色跟奶茶色，三穿式的，这个扣环可以解开就变素色的齁。来，这个是六之一齁。来，娟娟有喜欢，我跟你说，你可以跟我们今天晚场应该会再开播齁，晚场应该会再开播齁，对，因为那个价钱真的放很甜，跟一下我们的直播，我这周我会看时间，我会上齁，那个马吉托那个怎样，那款真的放很甜的价钱，因为这个时段大家比较有在上班，可能大家比较没有办法跟直播，那因为这个我是否那个限时限量的，对，那个娟娟你跟一下我们晚上的直播，因为那一款我的价格放很低，然后那个是厂商收听的，所以厂商会在上面看，我没有冲出一个量，基本上我是不会开标的，我昨天晚上其实有开，可是这一款只能在线上加齁，才有这么甜的价格，它真的是破盘的价格，有没有人要跟娟娟一起买的帮我打喜欢我就上了好不好，三个打喜欢我就上了齁，不然晚场我一定要打五个喜欢我才愿意上哈，对，各位宝贝，因为那个真的给大家那个价格超级破盘，对，因为那个这个真的是压量下来的价钱，所以呢，那个娟娟，你因为现在这个时段大家都比较有在上班，所以可能不方便讲话或什么的，对，你跟一下我的晚场直播哈，我们这几天都会应该不定时，这几天都会连播哈，那跟一下直播上喊单，保证让大家非常甜，保证让大家非常甜的价钱，好不好？因为我现在报价是会打坏市场的。然后大家还有没有想要看什么？还有没有想要看什么？可以看一下后面还有没有要看其他的？还有没有要看其他的？好不好？知青好像昨天晚上有买到。大家拢买甲拍食利息，大家拢伫上班吗？如果大家都在上班，我等一下就准备先下播了哦，好不好？那我们等一下3分钟网速哈，那我们等一下先下播好了，因为这个时间怕大家都还在上班，可能不方便打字啦。对对，然后娟娟，我跟你说，你等一下我们今天对知青，他昨天晚上对，我们今天晚场应该会再开播哈，我今天晚场应该会再开一场那个鞋子场，所以晚场你跟一下，那我想那个价钱绝对让你甜，知心，你跟他说那个价格是不是昨天晚上超级甜？对，真的会给大家非常甜的价钱，所以期待一下直播，好吧？跟一下我们的直播，晚上确定的开播时间，我们会在板上公告。然后娟娟是新朋友的娟娟，还是大家准备收拾一下？对，因为我是觉得这个时间，因为这个时间比较尴尬一点，那没有关系，我们晚上知心说对，真的超级甜，我们晚场会再开播，对。值得你等待的，我想娟娟值得你等待。
等待的晚场跟一下，跟一下我们的直播场那一款，真的放非常甜的价钱给大家，好不好？跟一下晚场的直播，因为现在这个时段大家还在上班或者准备正准备要下班。Hello， 播了多少？播了多久？是不是？哎 ，Jennys， 我跟你讲哦，身上长裙多少钱？正新，但是它只剩这个尺寸呢。可以全家一起，真的要全家一起买起来。来，身上的裙子是正韩的款式，正韩的款式只有 M 号 ，L 号的话要订订看，不确定有没有哈。可是那个正兴是 M 号的，对，正兴是 M 号啊 ，M 号的吗？这一款1600 ，M 号出现货给你，然后 L 号的话就我要帮你问问看。我要帮你问问看还订不订得到，因为这个的话我就比较，因为韩国的衣服量真的比较少一点，我很怕它突然断货。对，如果 M 号的话我可以出现货，1600正韩的款式，超美，它是不是超美？它是真的是仙女款，我觉得穿上去整个气质就加分了哦。外卖工维感觉就是仙女，它是烧花，旁边还有流苏哦。对，你看一下它那一款，播很久是吗？还好啊，没有播很久。Hello， 雪莉，你终于跟上直播了。我今天才给他，你可以留言吗？可以留言吗？Jenny， 我跟你讲一双，这一双你可以不用考虑的买，很美，真的很美哦，真的很美。这一款真的超美，真心你是不是 M 号啊？我有点忘记你的尺寸。M 号可以直接出给你。你写 M 号吗？我没给你啊。腰围26啊，腰围大概26，它是有点中腰，算有点中高腰，在肚脐上了，然后臀围可以穿到，我刚才量大概可以穿到37.5哦，大概臀围可以穿到37.5，然后这边腰大概26、26、27，1600正韩的款，你不是 M 号？对啊，我好像记得你好像，我忘记，还是你是 L 号吗？还是什么？我忘记了，我真是金鱼脑，我现在真是金鱼脑。对，终于跟上了，来，赶紧点菜，今天超美。Jenny， 这一款一定要跟我跟你讲，大概只能卖这一个礼拜了。来，这一款是不是跟那个你最仇恨的那双鞋很像？来，这一款哈是台湾跟大陆厂办的，但它不是真皮哈，粉色、灰色跟绿色，这一款380。一样是豆豆鞋底，一样有软底，差别就是它不是真皮，然后它不是 N， 齁，然后一样这个是做太空棉材质，齁，但它不是真皮，绿、齁、蓝、粉，这个我觉得只能播这个礼拜，应该马上就抢完，刚刚大家都有抢的，齁，它的尺寸36-40，版正常，齁，然后这一款我很怕下礼拜就没有办法播到了，因为它一定会缺，齁，那它的做工我觉得还蛮好的，一样跟那个韩国豆豆鞋底都有带到上面的啦，齁，然后我可以穿给你看，然后它的颜色也是比较特殊色，齁，我穿蓝跟绿啊，因为我们Jenny比较没有少女心。这个编号5-3， Jenny 我晚上还会播啦，但是我觉得这一款你可以先接啊，我怕晚上都没回啊，因为我在想我这个大概只能播这礼拜这一场，因为它量蛮少的齁。来，我脚上穿的这个是蓝色，它的是深蓝跟水蓝跟浅蓝的配齁，然后的绿配白色的，绿配白色的，然后粉白是配粉色的，这一款5-3，380直播价，36-40，版正常齁，要穿袜子的脚露脚宽的才要大半码齁。这双拿蕾丝穿上看，就不会让我看桃脸。对，所以我跟你讲，杰尼斯，我跟你讲，我没有点菜，我就直接上这一款。我跟你讲，你就可以逃离 N 的魔咒了，紧你紧买，因为我跟你讲，这个下个礼拜一定没回。我觉得我这个礼拜就可以把它直接出光了哈。来，三个颜色，哈，质感也是算蛮好的，以380这种质感真的超级好啦，但它不是 N， 它是一个 B 哈。然后绿色，哈，这个是粉色，然后下面这个是蓝色。超级美，5-3哈，380，然后底台一样是软底的哦，不是便宜就没有帮你做软底，它一样是做软底的，质感我个人觉得还算不错。你站后面一点，我看一下，穿蓝跟绿给你看一下，是不是？拿靴里有那看什么？因为我今天有拍照给你，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在直播上，我可以介绍仔细一点。
有有有，他看第二排最后一双。好的，等我一下下哈，我请我们接你看一下。哦，他就可以逃离那个魔咒。来，水蓝，它的水蓝蛮漂亮的，它是那种深浅蓝，它的那个浅色蓝是莫兰迪蔻的蓝，然后配深蓝，然后它是 V 好、哦，然后这个是绿色，绿色我觉得也还蛮好看的，配牛仔什么都好看啊，因为鞋子跟包包它本来是画龙点睛，你不可能穿的全身蓝全身绿，但是你可以用鞋子来做搭配，配牛仔裤上衣配素色就好了、哦、这个是编号5-2哦、这个要的要快、哦、手到家、哦、因为我觉得这个礼拜就一定断货、哦、今天是上第一场了，所以货最足，现在是最货最足的时候，看第二排最后面有两色拖鞋。好的，来这一款呢是台湾厂的、哦、编号1234678哈、哦，它的皮革蛮软，然后是做带子线条感。这个帮我打黑色，再帮我打奶茶，奶茶就是配米白色。然后跟高呢，大概 4.5 公分，粗跟的大家都可以驾驭的高度。哈、哦，中台都有做微软啦、啊，就是久站久走没问题。哈、哦，编号2-8，这一款全尺码都有出哦，22.5到25。哈、哦，然后这个是奶茶色的感觉，它的奶茶色就有点像那个。生永牛奶糖那个奶茶加米白色的感觉、哦、比较柔和，那黑白色是比较对比，它的袋子很软，它的袋子超级软，可以整个这样浓捏的，所以它的皮革不压脚、哦、来2-8350直播价，全尺码都有出，22.5到25等于35到40、哦、NIT 台湾制的350直播价、哦、喜欢帮我打2-8的奶茶带尺寸或2-8的黑带尺寸、哦、来配三，刚刚5-34它算正常版，但如果要穿袜子都要往上大、哦、正常版要穿袜子的怕夏天胀脚的、哦、就大半嘛、哦、因为像今年那种鞋子蛮流行中筒的半筒袜，那如果你的习惯，因为我跟你讲它的半码差 0.5 公分，鞋带绑紧没什么差，那如果你的习惯是穿很贴脚然后不会胀脚，也不穿袜子，你就正常拿，好、哦，这样懂我意思吗？因为这是要看每个人穿鞋习惯，像兰姐的穿鞋习惯就是28奶茶38，啊，28奶茶38，给薛丽薛丽截图，来薛丽薛丽来帮我截图，这双美呀、啊、美呀、啊，哦。这刚刚那个5-3有听到我报那个吗？吼，就是看你穿鞋习惯，像板姐穿鞋习惯，我就是喜欢穿很贴脚，我也不穿袜子的，所以我拿正常码就可以了。但是夏天你们怕胀脚的，吼，想穿舒服的就大半码拿，没什么差。黑山380，然后 Chris 你要看1-6是不是？好，截图了哈，薛丽薛丽哈，没截到就跟我说哈。然后还有谁要看什么？那个 Chris 要看1-6。1234566是小牛皮的哈、哦，这个是星星哈、哦，它这是小牛皮韩国的。然后好，先去忙，好，你先去忙，开播。好、哦，你们晚上大约几点？我晚上应该是8点半以后。啊、哦，然后这一款的星星呢，来，你看它的洞洞的地方也是做星星洞哈、哦。然后这个不要以为我没有穿鞋带，今年的鞋子就是很流行这种有鞋带孔，但是它没有鞋带，又称懒人鞋。然后底台也是软的哈、哦，这是韩国的小牛皮，黑色跟米白色哈、哦，黑色跟米白色。哎，这个预购价多少钱？这个预购价1300啊，因为我有点忘记了，好像有爆低了，之前好像是1400齁，就预购才有的价格，这个现货带台都是2580齁。韩国的真皮1300真的价格很甜，我记得之前好像是爆1400，我有点忘了。齁，那这一款的版型有偏小，要大半码拿齁，要大半码拿，除非你是瘦脚跟版姐姐一样的瘦脚，喜欢穿贴脚的人可以正常拿齁。来，它的米白是有点像奶油的那个奶油色的米白齁，然后这是黑色，它的弓很细齁，整台都是做软底，而且它的连底台都是做真皮，然后它的洞的都是做打星星的洞，然后旁边也是，然后这个就是故意没有穿鞋带，它就是懒人鞋，套了就可以走。编号12345，1-5哈，帮我带颜色带尺寸，黑或1-6，黑色或米色哈，预购价1300，预购价1300，这个现货在台都是2880哈，是预购才有的价格哈。
佩蓉，佩蓉你来了，我跟你说，五之三一定要跟哦，五之三，然后那个要再看一下蓝色佩珊，蓝色给佩珊看一下，什么蓝色？你现在手上这一组，我现在手上来，它的蓝。它这个底是莫兰迪蔻的蓝加深蓝齁。来这一款呢齁，台湾跟大陆一起厂办进来的。我跟你讲，它的一样是豆豆鞋底带到上面，然后底台一样是做软底的，跟我今年卖的那个最爆款韩国正皮的真皮款很类似很类似，但是它是 V， 我那个是闪电 N 齁。来这个是蓝色齁，这个是绿色，绿色它的 V 就是白色，那粉色是底色是白色，然后配粉色齁。我上脚给你们看，它的尺寸36到40，原则上它的版是正常，但是如果你要加袜子或你脚肉脚宽的人可以大半码，除非你跟我一样齁，你喜欢穿贴脚，然后你又不胀脚，你又不喜欢穿袜子的人可以正常拿齁，不然我们的建议半码就是差 0.5 公分齁，就是穿舒服为主啦，而且今年很流行配运动袜，就是中筒袜那一种的。来配三要蓝39哦，配三蓝39、哦、我试试呀齁。那个佩蓉，佩蓉这一双一定要跟，这一双一定要 跟，真的要跟，好看好穿，最新的哈。而且我跟你讲，我先跟你们讲这个我大概只能上这个礼拜，因为它货很少。来绿色的感觉齁，粉色的感觉，然后蓝色，来截图哈，蓝色很漂亮，莫兰迪蔻的蓝配深蓝嘛哈，来截图3210配三截图哈，这一款，哎货今天收到了，那老公可以穿吗 ？Dennis， 他那样很尬意。来3210，我昨天就跟你说应该到了，对，可是最近那个超商很容易漏简讯了哈，来五之三，赶快用抢的这个手刀抢哈。来，再来，凯婷，你要看五之二是不是绑带拖鞋？凯婷有在哈，有没有在？有在帮我打个在。哎，佩珊是新朋友的佩珊还是老朋友的佩珊？应该是老朋友佩珊吧？哈，如果是新朋友要加我自己那个林小慧好友，然后那个传收件资料跟电话名字哈，跟收件门市。来，这个编号五之二哈，它是有点。这个它这个材质是缎面的材质齁，像帆布，但它有点缎面，所以它带一点点珠光齁，别的颜色可能看得比较清楚。这个是绿色齁，这个是米白色，这个是黑色，底台呢是果冻底的，整台都是防滑的，然后重点它是车缝底台，整台也是软底的，好穿好走。这个基本上没有局限脚型，因为鞋带自己绑的，你脚瘦脚宽就自己绑一下齁，其实可以正常拿啦，除非你脚宽到一个不行齁才需要大，不然就正常拿，因为它鞋带可以调齁。来绿色的感觉齁，它这个连那个正牌他们都有出这种拖鞋款，就是 Converse 他们也有出拖鞋款齁。来绿色的感觉，米色的感觉，还有黑色，这个就是懒人鞋的啦，但是它没有像拖鞋那么随便套了就可以走齁，重点它又防滑，底台又是软的。五支二350直播价哈，尺码36到40，版正常，正常拿就好了。这个不太需要大哈，也不太需要小，因为鞋带自己调整哈，调整宽度，除非你脚真的无限无限的宽跟肉哈，你才需要大哈，不然这个我觉得可以正常拿哈。五支二350直播价36到40，第一次购买，那第一次购买帮我留下收件资料好吗？对，我们都一律先汇款再出货，然后因为我这个礼拜会连播三天、哦、所以我礼拜一晚上才会出结标单，那如果你们是急单的话再敲板娘，我们晚点就在 下播给你们结标单，不然我们都统一礼拜一再出标单、哦、来这个是五之二350、哦、36到40，还有没有要看什么的？无啊，三分钟来下播哈，因为这个时间好像大家都赶下班哈。啊，我等一下三分钟网速哦，我们等一下来下播哈，晚上会开播哈。那那个老朋友，老朋友应该都知道，因为我们开播前半个小时会在。网上板上公告齁，那新朋友如果想跟直播的先加林小慧好友，然后设为最爱齁，那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开播通知，你就可以跟上我们的直播齁。想看最后面的凉鞋棕色，最前面的凉鞋棕色是6支5，是这个吗？来我编报一下编号，这个是6支1，
齁，这个六之二、六之三、六之四、六之五、六之六齁，你帮我打正确的编号好不好，我帮你介绍齁。那第六排都是韩国预购齁，都是韩国预购齁。第六排、第七排都是韩国预购款齁。你再帮我打一下编号哈，是网速的问题吗？哈，还是你是六之五啊？六之五，六之五，来，六之五也是今天点阅率，也不是啊，它就是几乎上场点阅率都很高。哈，它是韩国的，但是我跟你讲，它比较偏欧美款。哈，这种款其实每一季都会出类似的，很不容易退流行。那一样，它的底台呢，上面是软底的，然后下面是橡胶防滑的，黑色、白色、咖啡色，但版型有偏小，这个要大半码拿哦，这个要大半码拿，除非你像我脚很瘦，好、哦，然后喜欢穿很贴的，哈、哦，再拿正常码，不然都直接大半码，哈、哦，来。这个不会穿夹脚拖的都会穿，因为脚背上有一条带子，你不用用你的脚趾头去夹那个夹脚，所以脚不会痛吼。来，这是黑色的感觉吼，这是咖啡色，咖啡色就有点像牛皮色，质感超级好。那像欧美系的鞋子一定会出黑白两色吼，那它这个是纯白吼，这个是纯白，这个是纯白，它穿起来鞋型超好看。其实你去一楼百货公司的一楼女大柜，你一定要看到这种鞋款。因为这种欧美款其实它每一季都会出，就是韩国也会出，女大柜他们都会出，质感都超好。然后这个1100预购价，韩国的黑色、白色、咖啡色，喜欢帮我打六之五，带颜色带尺寸。这个其实收到现品的人都直接回购了，底台都是软底的。好，然后可以来，它上面有是一个小众的品牌，你们可以上去 Google 它的价位。哦、我这个是开预购才有的价格，这个现货在台都是2380起跳的、哦、到2580、哦、然后这个是开预购的价格，它上面这个牌子是韩国一个小众的品牌，可以上网 Google 哈，它的价格、哦、它的价格居高不下的，韩国凉鞋其实不太会下价格的、哦、这是给预购价才可以这种价格，现货在台就直接2380了、哦。大家还有没有要看什么？还有没有要看什么？哎、欸，我的上衣回来了，我的上衣回来了。真心还有没有在线上？真心，你还没有在线上？我这个可以，我板娘身上这个可以预购的，因为上礼拜我是说不接，可能没办法接。那我现在有跟厂商确认，这一款可以接单喽，可以接单，这可以拉一字领，也可以像我刚才那样正常穿。对，这件上衣它是两面穿的，蝴蝶结可以，它可以两面穿啦，所以蝴蝶结也可以放前面，也可以放后面。六之五到什么尺寸？25，之心到25号，到25号，但是它只能穿到24半而已哦，因为那个版偏小哈、哦。啊，那个谁，振兴 Lucky 啊，因为振兴上礼拜想要加，最近加不到，因为那时候我不敢接预购，现在是确定厂商有货才接预购。那我等一下网速哦，哈，大家没有要看什么话，我等一下准备先来下播咯，我等一下准备先下播咯，那我们会晚场会再开播。对，如果刚刚如果你们有在线上，不方便，刚刚那双凉鞋多少鞋？不方便讲话啦，1100。1100哈，韩国预购的价格、哦。对，1100预购价哈，1100，版型偏小，建议往上带。怀念哭哭。残念呐，怀念，残念。对，尺寸就比较没有办法勉强。对，尺寸我们就尽量不勉强。因为韩国版有的版型真的比较偏小一点点。因为你不能穿，我马就港口，立马就港口了哈。所以尺寸我们尽量不勉强客人哈。感谢大家哈，感谢大家，因为这个时间比较尴尬，有人还在上班，有人准备要下班。对，那我们 ，Hello 陈宁 ，Hello 小林，想看黑色拖鞋包鞋上班穿，黑色拖鞋是包鞋，黑色拖鞋什么叫说叫拖鞋包鞋？你的意思是说半拖吗？小林，你的意思是说半拖吗？是意思是半拖的意思吗？穆勒鞋的意思吗？是不是穆勒鞋的意思？小林，你是这个意思吗？是像类似这种半拖吗？我手上这一款超厉害，我手上这一款超厉害。小林是要看，是要找对哈？那我推荐你这一双。Hello， 陈林，超久不见了。对，来四个颜色，这一款我可以推荐你这一款。这一款是我韩国的初清的啦。我跟你讲，还有这个价格、哦，初清的款是这个价钱现在买最便宜。
最甜，而且我要这一款它很耐看，然后四个颜色，来，这个是米色哈，米色、黑色、白色跟奶茶色，半脱嘛，对，黑色、米色、白色跟奶茶色这一款，它是做稍微有点微方的楦头哈，微方的楦头，然后它的链条是搭配那种有点铜链式的这种感觉，它的链条质感非常好哈，一样是韩国款的这一款，我是韩国仓，我现在就是韩国仓清仓，所以这个我只出现货哈，因为它如果说它要预购的话，就不是这个价钱哦。来，一样底台是做底台的部分，一样都有帮大家做到微软店的设计，尺码呢36到40，但号码是有缺的哈。来，这一款大仓现在，因为我已经上了几场，有些号码已经被抽走了哈。那如果有喜欢，你可以先喊，我等下帮你看有没有尺寸。这一款超甜价777，韩国款哦，韩国款的东西，这个我之前都是1300、1400的预购价在走哈，1300、1400，对，然后现在是给大家现货，但我这个我就不追加，因为追加就不是这个价钱哦，777超甜。现在买价钱最甜，这两个颜色是不一样，一个是纯白，一个是米色，然后这是黑色跟奶茶色，我上脚给大家看，它好像要黑色的，小林好像是要黑色，哎，小林是几号脚，黑色好像剩37了，其他号码哎，好像剩37跟38，黑色好像剩37、38，其他号码全部抽完，小林好，小林是不是小脚的、啊，好，你在念，他先上班，好，你先上班，来，这一款线上朋友还没跟到这一组的，这双我要非常耐看，黑色跟奶茶色，还有白色跟米色，这一款超甜价777哈，777，这个是应该很多客人都是之前有买过正品的价钱的，我那时候开预购就开到1100了哦，还加得很好哦。来，这是白色，这个现在只有出现货给大家咯，我直接大仓出现货，韩国仓出现货给大家咯。来，尺码36到40，号码有缺，喜欢可以先喊，我等一下帮你看有没有尺寸哦，因为这个不接预购单哦。777，对，很贵啦。777预那个现货价，777现货价给大家带回家哦，这边。编号是3-2，编号3-2，还没有跟到这一款的赶紧跟，因为我们韩国仓好像快出完了，这一款好像快出完了，快出清完了。对，黑色奶茶色、白色跟米色，吼，黑色奶茶色、白色米色，777超甜价，这个价钱真的超甜，对，但问题是价钱很甜，但尺码应该也快没了，我记得是吗？就是灰姑娘才可以，你要中上面的尺码，对，才买得到哈。然后游涵要看5-3哈，我介绍完这一款我就下播咯，游涵5-3一定要买，对，因为这个大概只能上这个礼拜嘛。来，5-3三个颜色哈，来，这是绿色，这是粉色 ，Hello 雨婷，好久不见。来，这个是蓝色哈，蓝色这一款一样三种面料下去做拼接的哈，轻量型，里面内垫一样是升级微软垫，这一款我想这个不要思考哦，这个喜欢现在赶快喊，对，因为数量非常少，这新款式，对，这个是一样是跟韩国的款哈，对。粉色、绿色跟蓝色，粉色、绿色、蓝色，尺码36到40，它板串正常，但如果要穿袜子，只要要穿袜子的都往上带哦，要穿袜子，不然你们如果穿刚好，可能就是刚刚好满哦，就没有办法穿袜子，要穿袜子或者夏天会胀脚的往上带哈，尺码36到40，蓝色、粉色、绿色颜色都超美哈，380直播价一样是跟韩国的款式哦，来，这是粉色的感觉，这是绿色的效果，然后还有一个蓝色比较个性的，我们也可以挑这个蓝色的。所以要赶快加，目前应该只有我有现货，但是我这个出完也没了哈、哦，所以我觉得它只能供我这个礼拜播完的播啊。来，蓝色的感觉哈、哦，这是蓝色的感觉，380，编号5-3，尺码36到40，版型正常哦，但脚露脚宽或者要穿袜子。夏天，我跟你讲，这天气很容易胀脚。如果你们要穿舒服的朋友们，往上带哈，因为这个绑鞋带的不会掉。
那如果想穿贴脚正常拿，其实也是尺码36-40哦，编号5-3，编号5-3，三个颜色都是绝美哈，三个颜色真的都绝美。尺码36-40，喜欢打上编号、带颜色、带尺寸哦。本周新款，其实今天才到了，今天的新款哈，粉色、绿色、蓝色哈，粉色、绿色、蓝色里面升级成微软电哦，这一款一样跟韩国同步的款哦，这一款380，380，编号5-3哦。喜欢打编号、带颜色、带尺寸哦，这是5-3的介绍哦，5-3的介绍。绿色、粉色跟蓝色哈，那于婷后面进来有没有看什么？不然我准备要来下播了，因为这个时间比较尴尬一点，大家可能都还要上班，可能也不方便留言之类的哈。那我等一下会要准备要来下播了。粉色、蓝色、绿色，粉色、蓝色、绿色，超美，我想超美，跟韩国同步的款，赶紧跟好跟满，380哈。大家看一下，不然我等一下网速2分钟，我要下播咯，我要晚上我们再找时间上来，晚上会再开一场哈，对，晚上会再开一场哟。好了，最后一分钟，我准备下播了哈。然后那个新朋友如果要跟晚上直播，先加那个置顶那个林小慧好友，设为最爱吼，我直播前半小时都会公告吼，跟你讲在几馆，你就可以跟上我们直播了哟。好吧，那我们晚上见，好吧，晚上见，待会晚上见，好不好？大家先准备下班，现在这个时间是不是要准备下班？还是有人正在把手边的工作，现在应该大家都想赶紧把它忙完，然后赶紧回家，对不对？这个时间比较尴尬一点，对。那我们等一下先下播，晚一点大概可能8:30过后，我们会再开一场直播哈。今天有晚场直播，大家要跟好跟满哦。那个刚才福利标没有上，福利标会压在今天晚上上哦，今天晚上会上超甜福利标，记得跟好跟满，跟好跟满。那我们晚上见好吗？拜。